就是你 A 出来那瞬间，如果捅爆炸了，会重置平 A， 就船长自己也会被重置平 A。然后那个小明剑魔，我是你粉丝，怎么那么多粉丝啊？这船长的捅是会重置平 A 的，就是比如说你 A 出去那一下，他捅要爆炸了，他会一下会中断你的平 A 操作。还有这种事情，你是不是炸了，兄弟？那带个不灭一直跟我一个吗？哎，躺太久了，我操，状态不太对。比你快一步，拉下弱点位置。再试试，你马上就要死了。他吃了饼干，是剑姬大师的。你可别给剑姬送了。这阵子玩的还可以。他想戳我弱点回去，又给他戳到了。补刀被压的有点多。闪呢？他闪过了吗？其实这波击杀并没有压到什么，我们晚点回去。他只要挡了，挡了我们 W Q E 二，就是。主要是我前面一直在跟你们聊天。我觉得这。他这波不闪吗？他可能刚刚追皎月的时候用掉闪，我猜应该是，我猜应该是。你还想走？去吃果汁吧，老老实实吃果汁吧。吃完果汁回来对线。
这奥特第六人的棒卡，他挡那一下确实会死，我挡 Q 是绝对死。这都敢 Q， 那我确认他是抓皎月的时候用到闪，他相当于是皎月帮的我，这么反过来算的话。 游戏结束，结束一半了。哎，还行。 有点可惜，早知道先 A 他了，连体了，好烦呐、啊！先出个 CD 吧。Double Q。红尘，733，这里要掉个陆尘，可能要掉两个，掉耀光。淘汰赛就比我。 悠悠的重影，暴车线推不动，他这波惨，他这个线都推不动。<笑> 他犯了个错，他不该挡那一下，他以为我要 Q 二段吗？他不该推这个炮车线，或者说他不该推这个渡城。 我发现很多上单不懂得算炮车线，其实炮车线吃渡城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意味着你要吃完渡城，对面一定会把你留下来，留下来你就得死，也不留下来，对面只要把你留下来的话，那个线是一定会被卡住的，线被卡住了就自己人。 喜欢挡 Q E 没有？ 我可惜有红蓝凯，红凯加猫，这把不好赢。这边的阵容难说。囚禁我的命，将付出痛苦的代价。 闪现怎么不交？我、哦、抢到了，牛逼！炮车线吃渡城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有一波炮车线顶出去，由他吃渡城，他就要爆炸了，能明白吗？ 就是你不要在对面炮车线出来的时候你吃渡城，因为你吃渡城你可以，但是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能吃了，因为你吃完的话那个线绝对会被卡住的。
卡住了就难顶，坏了吧？好，又死了。这边刀妹有点会玩，我好痛的伤害。完，是啊，对，有点着急。 Q 闪E要非常快，就是你 Q 闪的一瞬间加E，Q 闪的一瞬间加E，不是 Q 一闪，我这里是 Q 闪E，是很极限的 Q 闪E，这种是很难反应过来的，慢放才能看得清楚，要特别慢放才能看得出来。我 Q 的那一瞬间，然后闪现 N E， 你就可以放得出来 Q 闪E，能不能吃得掉呢？刀妹可能会过来，吃掉了。 Q闪E了，不是 Q一闪，这个很刁钻，其实放的很极限。Q 闪E，打进去一般都默认如此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好，我懂了。 W根本没打到我，太虚了，不行，应该激进一点。这把不一定要出冰刀，对面冲进来，我可能要买个大重伤，我娜美有重伤。 我直接去了，留个 TP，
这龙怎么半天没人打、啊？这怎么就打龙呢？这把大师还是有点高，有人在往上走，我得走。大都开不出，玩个毛线都不开，玩你妈没事。你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好狠的吧，两拳就死了。凯莉是不会，这可以给我，我需要这个，算了，给你吃了，我去吃石头人，石头人多钱。来喽，去带波线 ，I have the 传送，打起来，我就给个眼，谢谢。嘿嘿，亮个钻石是最骚的。这剑姬我一套应该就死了，杀他可以不用开刀。跑跑跑跑跑跑跑！
这怎么操作的？被打死他！ 不要就是要，来吧！<笑>不要就是要，妈的，不要，我还要，我要我还要，那我杀你好了。 完了，哇操！巨连横扫，好疼！扫一下就死，没预判到这剑姬，预判到就好了。死是不，死是白，来个布甲鞋，可以把鞋子换 ，CD 上来了就可以。哇操，1000块，死白。 十百，你把大和一都堵了，是，我只要贴到他身后，把他技能堵了，是蛮大的，牛逼呀、啊！我操，<笑>什么移动射击？漫游枪手。 妈的，漫游狗，他妈开无色！哎。 你怕？你怕就让你妈给你讲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的故事，不怕了。我操！婉豪大意了呀，感觉。能赢能赢，还行。 婉豪应该早点 W， 他可能以为这波，帅，跟我在小破站看的一样发病，<笑>喜不喜欢呢？今晚就去你家，<笑>小心，我就是床底下的东西，<笑>拿下兄弟们，大点波关注，又 C 一百。 哦。